犯。哎，安可有了安打出现，现在绕过三垒之后，看看这第二分回不回得来 ？Save， 成功滑进本垒，小黑邱志成，哎，示范给学弟看，又是 Lucky Seven， 没错，超人力霸王一站出来之后，统一的气势就马上整个提升上来了。小黑的速度是没有问题。这球偏低啊，但是安可也是打得相当的漂亮哦，把它带起来变成中间方向的平飞安打。他用球棒回应你是在不同世界的对决，是听到有点生气。小黑回到休息室的动作也非常有喜感，是